面馆拿钱去！又要钱干啥呀？这些旧本事什么全都得换换，现在刚开业，本来就是进账少出账多，这又得雇人又得分红包，而且来的全是冠希货，全部都得记账。你再不去拿，等着关门了。你去不去？哎呀呀呀！我去！你还不去？我去！我拿帽子！你真是我姑奶奶啊！ 去哪儿了？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我不是这两天病了，我这刚好点，我先看看你。你胡扯！一身的酒气，而且还有脂粉味儿。你小子是不是刚从窑子里回来？还是你兄弟了解我，我这不是上玉华堂看看老相好的柳宗花吗？说出他们！哟，哎呀，老板呀，朱老板回来了，袁老板啊。 朱老板，哎哎，你怎么又空来了？哎，我这不是想你们了吗？回来看看你。嗯，坐。啊？哎，不坐了。说说吧，蔡家火急的工钱欠了多少？ 不知柴米油盐贵，咱这店看着生意好着，哪有什么利润呢？那再说，这前几天你都知道的，又动刀又动枪的，根本没赚到钱呢。那不信你去查账，账啊，账本呢？柜里啊，你给我找出来。啊，丢了？接着骗。骗啊！ 各位同仁，这个是日军在长城口试射的炮弹残片，我们的人冒死收集回来的。这里面就装着芥子气和二苯氰砷，与你们盗取的配方是一致。还有，那里是生产基地的代号。据专家分析，这个代号指的就是奉天。王老板，请下命令。伪满奉天省应该有一个大的生化武器基地，你们要把寻找、破坏。 甚至摧毁生化武器工业作为鼠标任务。有人吗？我去开门，我开门。有人吗？ 冯警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？请，来。你们的伙计刘柱到小西警署把你们给告了，告你们勾结党匪，总有带手枪的人在这出没。哎，你说这小兔崽子，这两个月工钱没发了，他就不。 冯大警长，这话可不能信啊！这可是要调脑袋的。土匪呢，前两天确实来店里敲诈过，但咱们店小，不敢报官。冯大警长，您看这个，好在是我手下的弟兄接待的，我狠狠地骂他几句呢，这分明是啊，吃里扒外，诬告老板嘛！冯大警长，成的，我就踏实多了。可是这人。 还在我手上呢。哎呀！
叔啊。那你们忙，我走了。多担待，多担待。走了，慢走，慢走。哎呦，哎呦，老范，我错，这货都是我惹的，你饶了我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。你欠他多少钱？就一个月的工钱，八块大洋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？没了，真没了，知道完了。算了，这样，再给他拿2000大洋。啊？朱大伯，哎，把你外面欠的钱，还有警长的钱。都给我抹平了，哎，之后也不用再来店里了。我谢了。在他们自己的基地里引爆炸弹，让他们尝一尝化学武器的威力，此役是何等巨大。是。这个任务不光是为了党国，而且也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所有的中国人。王老板请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奉天站上下齐心，一定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。我相信你们的实力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蚂蚱最近怎么样？我听说在奉天蹦得越来越欢了。王老板，这个蚂蚱在化学配方的事件上确实出了些力，可是对于我们的行动来说还是有所掣肘，如何处置他，请您明示。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好好用好这枚棋子，既可成杀人之剑，又可成顶罪之盾，这也是上峰的意思。用人是很大的一门学问，子清，你说呢？属下明白。微澜，能去我办公室聊一下吗？我还有任务，有什么事儿晚点再说吧。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有吗？我知道你对张伟的处理方式不以为然。既然知道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不是想说张伟的事情，我是想说日本化学武器基地的事情。我们必须想办法主动出击。我也正有此意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配合。童自清的办法就是利用远洋贸易公司在奉天的关系网，将赵薇兰伪装成伪满洲国政府要员的女儿，用出涉商界寻求帮助为借口，与各个商会的军工企业供应商打成一片，从他们的口中旁敲侧击打听化学武器炸弹弹壳材料的出处。这位女士一看就是大家闺秀，不知令尊大人和夫婿是做哪一行的？家里是做五金生意的。那可以做些钢材生意啊，有这一桌人垫底，那关系多好接洽呀。他的盘圆角钢，他的板材，这可都是我们东亚最好的钢材啊。钢材这么大的生意，谁不想做呀？可是就怕犯了投机战略物资的忌讳，这我们可不敢。是啊，昭和金刚的确是战略钢材，但也告诉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厂是适合你用的。昭和金刚是什么呀？就是为日本尖端武器制造钢材的核心工厂，像军舰、飞机、坦克车、大炮用的钢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军舰的钢材也是在这生产的？军舰算啥呀？金刚三车间造的特种炸弹的钢壳，那才叫神呐！大钢炼的，是又薄又韧。是种化学药物的，爆炸后都会碎成钢珠大小，药都散得满天都是啊。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回去还是跟先生商量商量，倒腾点能盖房用的钢筋就行了。好，爽快，爽快！来，咱们共同干一杯，干一个，来。好。老板，你回来了。
死鬼，苦着个脸，一看就没拿到钱。我的心肝儿，这么多的钱！肝儿什么肝儿？把钱放下，这钱不能动。笑话，进了老娘的手，还有什么事不能动？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，这是老板让我去屏障用的。我说你小子是猪油蒙了心了吧？他说屏障屏障，你管他死活呢？哼，这钱呀、咱们先拿来应急。不是你应个屁呀、你！快看，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软蛋，他吓你几句你就怕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娘我可不怕。你不怕是吧？你知道他是谁？哼，天王老子我都不怕。好。坐下，干嘛呀？他他妈就是蚂蚱。你说杀人的那个？是啊。这下好了，这店也关了，我也被轰出来了。以后啊，就得靠他自己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？我要不跟他掺和，咱能有今天？保不准你现在还得被千人睡万人骑呢。自己没出息，你到他怀来伤我。我真傻了，他脖子上这人头应该还值挺多钱的吧？想什么呢？他现在这么大名声，咱把他卖了，保不准他妈咱俩脑袋哪天都什么时候搬家都不知道。谁说卖他了？但是咱们可以跟他要一笔封口费。你想干啥呀？行了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。这钱呢，咱要先用着，等他找上门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哦，老爷，好多块香烟啊！朱大巴拉那个混蛋根本没把钱拿去平常，一堆人还在那儿等着呢。我去查过了，他好像把玉华堂剧院给包下来了。利息我带来了，这一口价没还。就把这么大产业给卖了，拿着，把账给平了去。这是卖店的钱吧？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把朱大巴拉2000块钱给要回来。哎，要去找也是我去找，那些卖菜卖肉的就靠这个生活，这都耽误多长时间了。拿着，北哥，这那也要不了这么多呀，北哥。你是不是要赶我走啊？赶你走，想得美！赶你走，我欺负谁去？北哥，我真是越来越闹不明白你了。拿来，你姐姐不还在妓院里吗？把她给赎出来。北哥，这可是卖店的全部的钱。钱重要还是人重要？谢谢你，北哥。快去吧，蔚蓝。你把前些日子你侦查到的情况汇报一下吧。赵科长已经查明，日军正在昭和金刚厂秘密研制化学武器，属下打算让张北去炸掉这个金刚厂。王老板，昭和金刚厂目前只能确认是日军的一个军工厂，而日军像这样的军工厂还有很多个，在我们确定它是生化武器基地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不管这个昭和金刚厂是干嘛的，不要让我收到正面战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嗯，回去工作吧。是是。赵科长，你等一下。坐。蔚蓝，目前局势越来越复杂，情报是重中之重。前段日子，日本人搞分割破野。抓进去不少人，这个我知道。不过监狱暴动的时候，我听说里面的人几乎都逃出来了。咱们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吗？监狱是暴动了，人也跑出来了。可是我听说，
有几名党国培养了多年的特工，竟然听了张北的蛊惑，投靠了共产党。你更想不到的是，他们竟然心甘情愿地跑到大山里。我真不知道这个张北跟他们讲了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为了不让这些变节分子向共产党和日本人提供我们这里的情报，也为了你们电信组的安全，我准备把电信组转移出去，由你全权负责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不用通过童先生和郑先生，直接向我汇报就可以。属下定不辜负您的信任。可是，要委屈你们了，暂时要拆散你们这对小夫妻。为党国效力，在所不辞。事儿，只是占用一点点时间。对于您把电信组移出去的这个决定，鄙人表示非常赞成。只是在下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讲。在下认为，赵薇兰是个有通共嫌疑的人，让他独挡一面，恐怕会有危险的。这么说，你对我的决定有所怀疑？不是不是，只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王老板不反对的话，我想把我党在奉天所有电信组的人员打散，然后重新组合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；二来，也可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。那这件事情，属下必能尽心尽力，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。你们谁管事儿？出来！你们这儿谁管事儿？出来！出来！是你小子呀！我猜现在是你管事儿，朱大巴了呢？你管得着吗？把我们那2000块钱给我吐出来！是你的钱吗？你跟我要得着吗？就算你想要，也让你们老板亲自来取。行，今天我先不跟你谈这事儿，自然有人会找你。今天我是来跟你谈我姐的事儿。马上放人。呵，有钱了还就是硬气，怎么着？一根黄鱼就想输你姐啊？这不是以前你说好的吗？你，原先那老板都死了好些日子了。没错，唐老大死了，现在这个店是我们柳大伯说了算。听明白了吗？现在我管事儿，有什么呀，得跟我重新谈。那你说要多少钱？这个是我呸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这么多钱，你放也得放，你不放也得放。你要是敢不放，你要是敢不放，信不信我揍死你？干什么？别动！你打，你最好往死里打。你打我一巴掌，我就给你姐姐2巴掌；你打我2巴掌，我就扇她4巴掌。你现在就打，我可帮你数着呢。姐姐不想让你再为了我惹麻烦了，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。姐姐在这挺好的，你走，你快走，你走吧，姐，你走吧。算我没白对你好，
行了，我还有事儿。你给我把这小子轰出去，耽误了生意，我可全算在你头上。是。一个人回来了，你姐呢？哎呦，有话说话呀。我姐她不着急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进屋吧。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是哪位姑娘啊？我帮你找找。朱大巴了。这设礼器面馆的老板来了。春花姐，外面有人找。出去，没看见正喝酒呢吗？谁呀？一个黑着脸的男的，说什么礼器面馆的老板。现在找上门来了，怎么办？你给我回来！看那熊样，跟孙子见的爷爷似的。他来的正好，我尽办法。行行，说话说话，放手！说话。亲自露面了，看来我们的面子还是挺大的嘛。朱大巴了他，不敢出来见我呀。现在这里我管事儿，有什么就跟我说吧。好，两件事儿。第一，你欠我2000块钱，那不是你的。第二，陈岩的姐姐，请你马上放人。笑谁呢？这是精心为我准备的呀。现在轮到我。
就真行啊！废话，什么兄弟行不行啊？都是杀人不眨眼一等一的高手。我这是一时被金钱迷惑，都是这娘们鼓捣的，您就饶了我吧。不能都怪我，是他的主意，他的主意。你这不放屁？你就是你。行了，说你们俩啊，好好的中国人不做，非得做汉奸是吧？你要是不改，我改，我改，我一定改呀，我改。朱大巴了。我念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天，我再饶你一回。那2000块钱我也不要了，带着他赶紧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，赶紧放人。放人呐！我让他上街买脂粉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叫他收拾东西走。他是不走，我拿鞭子抽他走。我抽你！我不是，我叫抬他出门，抬出。朱大巴了，还有你，你们俩要是食言或者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随时杀了你们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敢了。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郑先生犹如我的再生父母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期盼有朝一日能够为您效劳，今日终于得您委以重任，我定会用毕生所学来报答您的栽培之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有一个新的名字，赵薇如。进来，美兰，喝杯热牛奶。谢谢。每次你跟我说谢谢的时候，我就会从你的客气中感觉到一种距离，而且这种距离，或者说是屏障，并不是你所谓的楼上和楼下。那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。我觉得，也许还真的就是楼上跟楼下的关系。
在一起相处这么久，折磨你的账，谢谢。你不打算回来了是吧？不知道，我服从上级的安排。回不回来，我都会再等你。就算你真的不回来，也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我也会离开这儿。我实在忍受不了睹物思人的煎熬。子晴，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有你这一句子晴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你要走了，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叹什么气呀？你不知道，大家都羡慕你有这么个弟弟呢。哎，彩凤，帮我一个忙吧，帮我写封信。给谁呀？给我弟弟。弟弟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再也不能拖累你。彩凤，接着写。你和蚂蚱大侠把我救离了火坑，我也不敢去找你了。但是你们的好，我会永远记得。姐姐太脏了，和姐姐在一起，你没法过好你的小日子。你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小姑娘，您说一声，我送过去不就得了？何必亲自来，弄得这么兴师动众呢？你看，姑娘们在哪儿呢？都在楼上。我说在哪儿啊？都在这儿，就等着你挑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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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是来找乐子的，您看你这是干嘛呀？让你的姑娘们都到这里来接客。姑娘们都在接客，这样恐怕不太好。要不这样，您先楼上请，然后我把这儿最好的姑娘给您带上去。做的很是。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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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抓我们是去当慰安妇？安静！若有反抗者，按破坏东亚团结论处。我知道你们是聪明人，绝不会拒绝这位荣誉吧？嘿嘿嘿，太君。他们都抓去做慰安妇了。今天娘和妹妹继续收听电讯，爹和大哥去邮电局找张经理，重点是统计日本往来信件的数量，各自准备吧。是是。我们今后对外还是一家人，对内呢，我们尽快熟悉起来。是。哎，来跟你吃饭呢。客官，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。你问我姐呢？伟哥，你见到我姐了吗？你说话呀，伟哥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姐去哪儿了？贝哥，我姐究竟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我姐究竟怎么了？你姐和妓院所有的女人都被日本人抓到军营里去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救我姐。不行，我得去救我姐，我得去救我姐。田野，你去吧。你去送死吧你！你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你，你犯什么浑啊？人咱们当然要救，但是得动动脑子，得有计划。叫我怎么活呀？